的都有个做人的道理，是不是还都要发点小脾气？有反复素质，下个一单千金三金万夫难。有各怀鬼胎，机关算尽，阴损加年坏。哎哎呦啊，你没看明白吗？什么样的人都有，遇上了混杂耶。哎哎呦啊，你真不明白吗？种瓜就不得豆啊，种豆就不得瓜呀，不得瓜。这就好像是在故事里，是不是还要闹点小把戏？有没羞没臊，天亮三更假话当成真话说了，有两肋插刀仗义疏财，顶天又立地。哎嗨呦啊，你没看明白吗？什么样的鸟都有真有有假呀。哎嗨呦啊，你真不明白吗？种瓜就不得豆啊，种豆就不得瓜，不得瓜。上一回说到，襄阳王布下罗网，要擒杀白玉堂，却由彩霞公主带来自家半步炮阵法，苦劝白玉堂避开凶祸，双双远走高飞。那白玉堂血海深仇聚一身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决意闯王府搏命。严仁敏万般无奈，只得下令把白玉堂打伤，保他性命，这又让众人如何下手？襄阳王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摆下鸿门宴，再斗严仁敏。且看39回峡谷断柔肠。哟，客官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来来来来，相公慢点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哎，客官请。哎，客官来点什么？先来两壶花茶。哎，花茶岂是我辈所饮？沏两壶明前来。哎，好好好好。茶来了。哎，小二，店中可有上等酒菜？客官要什么酒菜只管吩咐啊。您是点菜呢？今天我们这位金相公请客，要上等酒菜一席。金相公？哪位是金相公？要一坛上好的女真陈上。玉墨，不必太铺张了，这酒嘛定要圆坛起风的，否则乏味得很。哎，小二，此间可有活鲫鱼？玉墨，你真好记性啊。玉堂，你还记得吗？李浩，你走啊，走好啊，下次再来啊。哎哎，客官走好。哎，鱼来了。客官您看，你这种买卖金络无非是讨八还六，你瞧这水盆里的鱼，水盛多了鱼就显得小，水浅露背鱼儿必定蹦跳，
这样就显得大些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是。要清蒸，记住把鱼背上的细筋拔掉，那里最腥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白贤弟，我敬你一杯。严兄，今天到底是因何故啊？你我初次相会也是这样，那时你我都是布衣百姓，今日就算是旧梦重温吧。兄长有些良苦啊。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什么功名利禄啊，恩怨情仇啊，又何足挂齿啊？玉堂，你听为兄一句话，不要再去闯那个襄阳王府了。我也不做这窝囊官了，咱们不如从此携手远行，淡泊人生，寄情山水，一尊明月，两袖清风，不是很好吗？本来我这颗心也已经冷了，只想遁入空门，一了百了，人间事不再思想，却又谈何容易？我此生所负的人情真是还也还不清了，这一桩桩压在心头上，难以解脱。还是应了欧阳兄那句话，天下何小，情义何重，到头来还是放不下这把杀人的利剑。贤弟，你兄长，你也不必再劝我了，你自己又何尝不是拿得起放不下，过活的辛苦啊。小青鸭，咱俩喝两桌去。上回我请客，今天你做东。对，喝几桌。你小子挺会算计啊。二位请旅行，你快请，你快请。来，好酒三坛，上等酒席一桌。好嘞。客官，鱼来了。客官，这是您要的鱼，怎么样？小的整只的，没错吧？五爷，大爷，来，伸手吃，来，吃。你看这小东西，吃鱼就吃鱼，还玩什么花样？看我杀杀他的神气！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叫他头上长出两个鱼角来。哎呦，混蛋，谁干的？就是他，娘的！哟喂，客官呢，你可别在这儿打呀，咱这生意没做。老子有的是钱，这是一千两，是王爷赏下来的杀卢芳的钱，捞了奖平、啊、还有的是钱呢，告诉你吧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吓死你。爷爷杀了端天鼠卢芳，淹死了翻江鼠蒋平。卢芳蒋平在哪儿？蒋平沉在碧水潭中，卢芳的头挂在王爷府了。余墨啊，你送燕南六黑府，我去老贼王府。
白先帝。哎，好啊，你的同伙大白天就杀人了你啊。哎，走走，可是走啊，跟我见关系。哎呦，你砸了东西就想走啊？走吧，跟我见关系吧，你别想走。哎哎，走啊走，走不走？你别老我们都是官。什么你是官？你是官，我也是官。嗯，欧阳大侠，你别动，我先认你。嗯，小心点，严大人。小严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卢爷回来了吗？没见着。蒋护卫劳苦功高，去了严大人一块心病啊。严大人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？他到哪儿去了？和雨墨微服查访去了，欧阳大侠跟着呢。又是为了武帝？我这心里一个劲儿的发慌啊。有欧阳大侠亮也无妨。阿倩，小爷逆水寒潭冻得够呛吧？他奶奶的，冻得刺骨凉啊。人人都说这逆水寒潭鹅毛沉底弱水三千，这么大的金印怎么捞得上来呢？这逆水潭是大禹王治水时留下的一个海眼，水上有一个斗大的漩涡直通海底啊，落进一片鹅毛也得沉底啊。咦，幸亏啊，这个大印卡在潭底的石头缝里了，否则呀，我只好顺着海眼到东海龙宫找去了。乖乖，这离东海有上千里路。不信，回头再把大印扔海里头去，你到东海边上等我呀。三爷可别。三弟，卢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从水里上来，四处找不着他，也没有见厮杀过的痕迹啊。但愿吉人吉人天相吧。我去！我给你开副药，好好休息几天。严大人劝白五叔退出江湖，不依草鞋的过日子。谁知旁边那两个家伙说起他们杀了卢大伯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严大人当时就晕倒了。我在街上听说，王府的门楼上挂着钻天鼠的头颅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呢。诸位英雄，白玉堂大限已到，必死无疑。
拦是拦不住的了。二更天后，你们分头到王府寺外的墙下等候，发现白玉堂的踪影，只管使出阴毒的手段刺杀于他。严大人，你可别说气话呀。是啊，我们想别的办法。我说的不是气话，但凡有一线希望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你想去闯铜网镇？天崩地裂，也拦不住我。陆易师一死，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要这么做了。仙空岛结义时，我们巫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四哥、二哥、大哥相继遇难，要是再被三哥抢在头里，那可连个哭我的人都没了。江平他已经抢在你前头了。王府的探子说，江义士听说卢义士被枭首城楼，立即吐血三尺，气绝身亡。好，三哥，你聪明，你狡猾，五弟我算不过你，甘拜下风。白贤弟决意闯阵，如同飞蛾扑火，与其让他死在襄阳王手下，倒不如我们留下他的尸首，也好将他后殿安葬。你不敢，害怕我消磨了你的斗志。利剑无情，哪里有柔肠百结？你心里还有我？我即将与你父亲决一死战，你何必再问？你走吧。玉堂，你拿去。你真的那么狠心？真的不明白我对你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你这样，不愿你为了我而对你父亲恩将仇报。你把书送回去，我要与他当面了断。不，这书根本就是你的，我爹爹为了夺到它，害了你父亲，害了你全家，也害了你。这一字一句竟然流了这么多血，还会流更多的血。玉堂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块血腥之地。我不信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一片干净地方让我们落脚。这人间的爱如一片虚幻，恨才是实实在在的。我的父爱、母爱、兄弟之爱，还有月影、消息，无不一一断送，随风消散，留下的只是恨。
你错了，玉堂。你从小长在佛门，善恶有报，见性成佛，总该明了吧？我从血海中爬进了庙门，又从血海中冲出来，天地间铁血相搏，才会是我的归宿。莫将菩提子化作相思豆，莫尽可成曲，往来皆自由。我玉堂，展昭兄，你留下。欧阳大侠，你不必劝了，今日我是非去不可的。欧阳大侠是好意啊，你去蓝玉堂有所不便。是啊，别人伤到了玉堂都没什么，你去，外间不知情的人怕是会说你展昭南侠瑕疵欺负玉堂了。大家都不要劝了，天下人人皆知猫鼠之争，好吗？我展某人就拼得个不侠不义的名声，也得把玉堂留下来，不然我今去无法向月华交代，日后也无颜见月影。我心已决，此身尚不足惜，名声就算得了什么？哎，咱俩怎么样？你快过去。还有谁去啊？没人敢去，我去。玉墨，不可随便。我跟白五爷是老交情，眼见他遇难不管，那算什么朋友？去去去去，乳臭未干，你管什么用？哎，你管不管用？这是一拳，要是一刀，你早趴下了。我是没介意你这个小猢狲。这倒是，白玉堂也不会戒备一个小孩子。玉堂是不会朝一个孩子还手的。玉墨，你当真干得了？我跟爱虎学了好几手绝招，刚才这招叫金顶炼丹，是吧，爱虎？算了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白玉堂目空一切，性情暴躁，好勇斗狠，有项羽之遗风，无霸王之实力。如今吴蜀已经去了四蜀，根除蜀害就在今晚这一战了。别说一个白玉堂了，就算严仁敏带着他的全部人马进来，也只有来路没有去路。站住！白五爷，你吓死我了。还有什么人？就我一个，还有什么人呢？白五爷，我家老爷不好了。他怎么了？你别哭，快说。老爷他遇刺了，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，他只想见你一面。刺客是哪一个？他叫江斌，是他杀的小喜子。欧阳大侠没有抓到他吗？没有，他跑了。小雨墨，你的谎话编得可不够圆呢。哎，白五爷，襄阳王三番五次的要加害严相公，
欧阳大侠岂能让他再跑了呢？白五爷，我刚才见到展昭了。啊，那他没有劝您。吕墨，你们是出来劝我回去的，是不是？只是不应该让你一个小孩子单独出来。是我自己要来的，白五爷，你就回去吧。老爷急得生出病来，就怕你找襄阳王府。五爷，真难为你了，雨墨，你回去吧。回去告诉严相公，等我拿到圣旨，尚方宝剑，杀掉襄阳王，我会回去的。你要是拿不到呢？你给我烧一炷香嘛。不，白五爷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。这孩子，大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喊娘了。任你喊，喊破了嗓子，看看谁来救你。我是奉了父王之命，对你严加管束的。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今夜白玉堂要来闯府，你进进出出，忙得很呢、啊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自会向爹娘去说的。我偏要给你操点心，咱家那半本炮书哪儿去了？给白玉堂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那是咱家的镇府之宝，爹的命根子，你倒拿去买他的好。物归原主。呸，买富求荣，吃里扒外，你好没个廉耻。不错，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好，我成全你们，洞房也置备好了。吕墨，别哭了。五爷、啊、回去吧。吕墨，你先回去，五爷不会有事的、啊、五爷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听话，五爷不会出事的啊。你放我出去，你要干什么？放我出去。他白玉堂来送死，咱家可不能白搭上个公主啊。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。你混蛋，你放我出去。糟了，人呢？刚才就在这儿。你没有记错吧？没错，就在这儿。雨墨，你别急，他大概往那边去了。走。几更了？五更了。啊？什么？五更了。白先帝身负重伤，肯定走不远。我连石头缝都找遍了。闭嘴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严大人，白武帝绝对不会被雨墨重伤。我看他是想支开雨墨，
所以假作昏迷。是啊，他一人藏匿，百人难寻，我们不可到处张扬寻找，惊动了襄阳王，反倒可能危及白武帝。难道我们就应该不管他的死活，让他自生自灭？严大人息怒，白武帝闯阵受阻不肯回来，他为的是把伤养好再去闯阵报仇，到空余了几日，我们暗中查访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啊。欧阳兄、胆兄，你们两个太招人眼了，寻找白玉堂的事儿，还是由我和爱虎去办吧。快去快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王爷！白玉堂来了。哎呀，什么白玉堂和玉堂的？我问你，你把女儿弄到哪儿去了？啊，你说呀。彩霞。啊。哦。我怕他和姓白的玉石俱焚，把他关起来了。哎呀，那白玉堂是光打雷不下雨。你要把女儿关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他竟敢偷了炮书献给白玉堂，坏了大事，还不敢动动家法吗？都是你惯的。那祥儿从小任性，刚烈如火，你要是关出毛病来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哦，你当他病得还轻吗？不制止他的反骨，咱们人头落地还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白玉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严仁敏那边也毫无动静。这样无声无息的实在令人费解。害我们熬了个通宵。是啊，箭在弦上眼而不发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料定他不敢前来送死，卑职看锦毛鼠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今日不来，难保他明日也不来。还有严仁敏，只要抓不住把柄，严仁敏就是白来一趟，无证不成罪，朝廷也不敢兴师问罪。如今尚方剑和圣旨在我们手上，大隐沉下了坛，他严仁敏算什么东西？狗屁不是，杀了也白杀。我和公孙策讲好了，今天要去请印。范江鼠蒋平是个水鬼，那天他闯溺水潭，会不会捞到大印了？溺水潭弱水三千，鹅毛沉底，何况大印，蒋平吐血而死，分明是憋坏了肺，根本不是因为卢芳。这事儿好办，我们找上门去，让他们亮出大印、圣旨、尚方剑，拿不出来，我们就把严仁敏当假钦差砍了。事关重大，还是先礼后兵的好。襄阳王府长史赵伟。对。襄阳王府长史赵伟叩见钦差大人。免礼。看作谢钦差大人。赵长史，本钦差替天巡狩，途经襄阳，已经有五日之久了。襄阳王始终避而不见，不知是因为圣上辈分稍低，还是因为本钦差资历太浅呢？哦，岂敢！前几日襄阳王卧病在床，今天呢稍有起色，特派在下前来恭请钦差大人
驾临王府饮宴。襄阳王贵阳未遇，不打扰吗？王爷大病已去，大人不必顾虑重重。长史大人，三天前你拿来的文告，钦差大人雨墨小的蛋看印。是。混蛋，你们投下的大印怎么竟然让别人捞回去了？我们的确扔进溺水潭的漩涡里去了。咱们是不是用的假印呢？饭桶，我还分不出真印假印吗？你们两个饭桶白痴。张平捞到大印，你们居然看不出来，存心坏我的大事。王爷，一叩首。二叩首。三叩首。襄阳王赵玉参见钦差大臣。哈哈，皇叔免礼。请。请。霞儿，霞儿，哎，浪儿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霞儿，这次你受苦了，你爹也不该发这么大的火了。说到底，咱们家和白玉堂是世仇，可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把那炮书送给他呢？娘，我倒是盼望糊涂点儿。不知道父王的篡逆之心，不知道他欠着白家这么多血债，不知道他杀了白玉堂的结义兄弟。霞儿，千错万错，有一条是不错的，血浓于水，妇女终究是妇女，你说对吗？娘，不是孩儿不亲不孝，忘恩负义，实在是爹爹的作为令人发指，人神共愤，又毫无改悔之心。皇上已派来了钦差大臣，正要查办此事。你听外面的乐声，这是你父王在宴请钦差严大人。哎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呀。严大人与他无冤无仇，可是白玉堂饶不了他。这两天府里在等白玉堂来闯铜网镇，可是他不知道缩到哪儿去了。哎，看来也是徒有虚名啊。不，他会来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哪里哪里，不过是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都是些寻常的景色。哈哈，哪里比得上皇叔这铁打的襄阳？哈哈，谬赞了。钦差大人此次携来的尚方宝剑，不知是哪一把呀？不管是哪一把，不都是先斩后奏？那是当然。常言道，睹物思亲嘛，可否让老夫一睹为快呀？雨墨在，请上方宝剑。慢，这上方宝剑真的在雨墨手中吗？不在他手上，倒在你手上吗？这
便是上方宝剑让他们偷回去了。哈哈，孤王绝没有怀疑钦差大人的意思，开个玩笑，来喝酒。哈哈，襄阳王，本钦差公务繁忙，恕不奉陪了，告辞。慢。哈哈，别别别，严大人你先坐下，这又不是龙潭虎穴，寡人还有要事和你商量呢。啊，有事请讲。听说你这次代天巡守，从包公那儿借了几位身怀绝技的猛将，谁知那几位蜀护卫不明不白的死了个干净，如今只剩下一个斩玉猫，到那时你怎么向包公交代？杀害徐庆、韩章、卢芳、蒋平之人，即是本钦差要捉拿的乱臣贼子，一旦掌握人证物证，该犯必将伏法受诛，到那时候既能打派人心，又能告慰在天之英灵，你说对吗？啊，哈哈，那是那是。王爷，严大人手下有玉猫，那绝命僧的俗家名字叫王虎，这一猫一虎，不知道究竟谁的身手好些啊。有道理。这个嘛，严大人，喝酒应该来点助兴的。王虎、玉猫，今天就有劳二位比试比试剑法，助助酒兴，如何呀？就怕玉猫不肯赏脸啊。客随主便，恭敬不如从命。绝命僧，刀剑无情，不如徒手搏击，玩玩擒拿手法。展护卫，事关重大，小心为好。速去查看上方宝剑，若有失手之处请多包涵。主随客便，吃荤吃素都行。他们必定查看上方剑去了，速战速决。握住他。请。大师请吧。收拾残局吧。启禀王爷，上方宝剑好好的放在冲霄楼上呢，纹丝没动。严仁敏，有一有二，不能有三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Thank you.
Thank you.